你找谁啊？我找手电文老师。本身就是啊，进来吧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找我啊？我想找那个，叫我的灶台没有孔，想开个那个孔。哦。所以要找个师傅。哦，找个师傅。哎，对，灶台上面开了个孔呢，我可以把灶台放下去。哦。现在呢，因为就是一个平面了。哦。有原来开发商就是一个平面嘛。哦，因为我你住的是哪个楼啊？我在15/5。哪个老家哪里的？我上海的。上海的啊、哦嗯嗯，啥时候来的？今年那天是7月30号。哦，来了已经半个月了。来了半个月了，对对对对对。对，那个灶台正好哎，很巧，正好咱那个物业经理在这正好办点事儿 啊, 啊。你看看他有没有？对、那个，那个我可以给你找个人，没事，你记住电话，谢谢，你跟他联系一下。好的好的，嗯，谢谢啊。嗯嗯嗯，等一下，你说一下。151等一下，这相当于现场办公，哎、办公太巧了。你过来以后，正好物业经理和咱们几个其他的，对。嗯，151-651-6616。你给他联系一下啊。哦。好，来站线。算线啊，那待会儿再打吧。我简单问问大姐，你看看，您是，您是哪一年在银泰买的房子？我是一直坐在那个，我2010年买的。哦。原来呢，我买在航海圣都。哦。航海圣都是最西头。我知道最西面的南面。南边。对对对。那边呢，我觉得环境也很好，但是我妹妹在这边，哦，她好像觉得好像离太远了，哦，我又这里又买了一套，又买了一套，哎，就买了一个。哦，这边买的房大小？这边我买的也是小的，那边也是小的，小户型，哦，小户型啊，小户型度假比较方便一些啊，度假就是我觉得我很想冬天在这里过，哦，一个空气好，嗯，还有一个这边真的吃的东西很好。其他地方是没有的，其他地方没有的。你说实话，对，说是实话就是。那么，所以我一直想着冬天想在这里住。嗯。我那边呢，因为当时那个售楼员他，我说我买朝南的。那个哪个灶台大口，你能打？他说你这个是能打。朝东的，他说看还很好。啊。那确实，我那个风景确实很好，但是到了冬天太阳就很少。哦，你就在航海圣都那边，啊，这边好一些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买的，就是一杠，就是。好，我觉得又是15楼的。哦，这边物业经理已经给你跟师傅联系好了都，待会儿你给我打就行了，你看待会儿打就行了，待会儿你再给他打，这个电话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对。然后打就行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还没记到。啊。刚才眼睛又不好。今年原来要开刀的。啊。后来呢，就是不是疫情了嘛？对。对，刚刚从医院出来，马上疫情封了。原来说出院了以后又去那个住进去嘛，就可以做个。哦，先就挂了，先挂了。挂了。对对，先挂，待会儿拨就行了啊。是这个电话。啊，对对，电话你联系就行了。对。那么后来嘛，就是疫情封了嘛，在家里封了接近3个月不到一点。嗯。哎呀，我说要封了，我赶紧那个的跑吧，还是。反正这边有房子。一进那个买好了那个汽车票呢，还是给退票了，又发现疫情了嘛。啊，岳飞。后来又退了，退了怎么办呢？后来他们说你傻呀，不会买飞机啊。我说飞机呢，我已经到这个年龄，已经不能买了。哦，多大年纪你现在？70周嘛了，他到了70周就不让你单独买票。哦，有这样的。哦，对。那么。老头嘛更大，哦，对吧？那么两个人都不能买了了，那么我也来不了。您是打算在这边过冬了是吧？以后我就打算回家里。哦，就是不想回去了 啊。你们上海人在这过冬的不少，而且上海人不怕冷，上海人。我跟你说，我其实我在这里冬天过过。啊。但是没有过一个整个冬天。啊。冬天在这里再过。春节又回去了。对，没有上海冷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比上海暖和。上海的冷是刺骨冷。对。这边的冷好像这样，你吹吹风里面收收冷哈，你回到家里面不怎么冷。我总觉得像是这样子的啊。对。所以我觉得我这里很适合。适合你啊，那就是将来在这养老了是吧？我就是想在这。在这养老啊，对。这你那是电梯房是吧？电梯房。电梯房啊，上上下下也方便，对。生活方便吗？在这住的？
生活，我觉得你如果说我们两口子，就五天一个节，对吧？对，把东西买的差不多，差一点就跑到夜市去，偏一点不就得了吗？啊，都够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夜市又近，是吧？散散步就行了。散步嘛，不是去了一个嘛，边散步边买东西，不是就回来了？啊，不成问题。我觉得挺好。挺好，要不是我不会再买一个，你说对吧？对对对，那你韩胜都的房子怎么办呢？韩胜都现在是出租了。出租。是我那边。是多大的面积啊？也是小铺。出租多少钱？出租我那边不贵。你那边主要是太偏了。那边不贵。太偏了，那边的温度比一般的地方就是要低了三度。哦，还低三度。哎，人家是专门试验的。哦。嗯。韩寒山洞那个地方低三度比上面。哦，因为你那深入海里去了，你那深到海里面去了，对。也不是。算就像小半岛。对。我们前面就是那个海洋所。哦，对。后面是海洋所，对吧？对。前面有个小腰岛。对。就是每次解放军那个打靶。对，靶场。就是那个靶岛。对对对。就是靶岛真的。对，前段时间是挺频繁的训练。前段时间也训练了，但是我没在那边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就我们楼顶上啪啪啪下去。哦。就是真的看实战练习。哦。真的很好。对对对，行啊，在这过过小日子挺好的啊。我觉得在这里很适合我，我很喜欢在这。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哎。